人们，我又发现一个超解压的小玩意儿，只要你刮一刮、留一留，就能完成一件艺术品。这么简单，我也是。没想到有一天，肌理化和流体化还能结合到一起，真的是 double 解压。先来和我沉浸式刮个墙。下一步就要刮纹理了。这不是做狼牙土豆的吗？搞错了，再来。快向电视刮刀。成了。看他这纹路，再来个 S 型的。俺就一直这么刮刮刮，真的好治愈啊！等他干的时候，咱们再来调个颜料。家人们猜得出我调的是谁家的应援色吗？接下来就是激动人心的时刻。这流体肌理化居然比流体熊还解压！觉得好看的家人们，快点一个小星星，顺便收获倒霉鹿一枚。家人们没有想到连电板都这么好看，那成品岂不是绝美？一起来看看吧。